这就像一朵
却含住的快乐，留在可怕的角落。Yeah.
不想知道这里是哪里，
有出息，不关心明天的演出，没有事情要处理。想出什么什么都放弃，只是心想起风不息。我只剩下自己，只剩下一个问题，这些日子是否在等你？我不是我自己，你却是总是放得下我，却放不下你。我只剩下自己，和世界保持距离，等你等到暴风雨前夕。我不是我自己，如果刚才忘记说了，今天我的父母来到现场。接下来这首歌我想先送给我的父母，希望他们身体健康。
在你肩膀。爸爸，我不想长大，不想看见你白发。爸爸，我不要长大，让我坐在你肩膀。爸爸，我不想长大。寻找一种叫幸福，两个人的梦。
这回看你们的，好吗？
我愿何曾不爱你们。
我租住在一间黑暗闭塞的小屋里，阳光很少光顾一尺，整个城市把我死死地丢在了一个角落。我的梦想上真像被执行的枪决一样难以复生。踌躇满志的我好像已经不复存在，我宁愿待在房屋的一角，一起来抗拒某种目光。此时唯一能够给予我生活希望的，却是一株外星人的被我冷落在阳台的盆栽。他并不奢求得到大地的拥抱，只愿自己努力奋力生长。每一抹生长出的绿色都是生命的足迹。光怪陆离的街道，每天都有陌生人停留。对于这座城市，我只是一个没有分量的浮尘。当团圆之日，我望着空洞的街道，呆立在那个洞旁，给家人打电话时，心中的孤独和失落相互辗转。当我追逐风的脚步，骑着单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时，当我触碰到琴弦，把音乐当作解药时，心中的希望又像一个个要破壳而出的金刚般冒出出鱼洞，用一把拥有魔力的钥匙，被他死死拽住我的枷锁。我坚信上天不会让你尝尽这世间的苦，他总会在适当的时候恰如其分地给我们属于自己的快乐。
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空里。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你，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落寞，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着你的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飘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着你的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飘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着你的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年轻的时候，我一个人。
曾经拥有的幻想，就这样一去不复返。还记得我们一起逃学吗？还记得我们一起抽烟吗？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位漂亮女生吗？还想念我们的笑点吗？还想念我们的伤痕吗？还想念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光辉岁月吗？一切让它随风而去，一切都将成为往事。曾经拥有的故事，再也没人提起。记得我们一起跑雪吗？还记得我们一起抽烟吗？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位漂亮女生吗？还想念我们的笑点吗？还想念我们的伤痕吗？还想念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光辉岁月吗？还记得我们一起跑雪吗？还记得我们一起抽烟吗？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位漂亮女生吗？还想念我们的笑点吗？还想念我们的伤痕吗？还想念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位漂亮女生吗？吹的还可以吗？这个我觉得比我练琴还难，就是。接下来呢，我要邀请一位嘉宾。可能很多朋友有看到最近说，楚生可能会邀请深圳的朋友，可是是什么样的朋友呢？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朋友。他不是大明星，也不是在音乐圈里面有很有造就的一位音乐人，但是在我心里面，他的分量比他们都重。
好，先不卖关子，好吧？邀请可以说在我的音乐道路上呢，就是给我很多鼓励的秦老师，国山。陈国忠，我习惯叫郭老师叫三哥啊，大家不要介意，他特别急，上来就要谈钱。你这样子别人就知道我们要合作一首歌了。我不这么说话，我跟他什么好的，反正很开心啊，很高兴。能看到小弟的今天，我真的觉得自己心里面很非常的高兴。谢谢。还有这么多花叔朋友一直在支持他，我一直看在眼里。说实话，只是我很少上去，但是我觉得非常感谢你，真的。曾经我们一起去，我刚到深圳的时候，然后呢，我当时还在我的一个叔叔的，就是唱片的工作，然后是郭老师，三哥，就是当时给我很多鼓励。我记得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最深刻的一句话，当时我们到某一家酒吧，我当时还没有唱歌，到一家酒吧里面，然后看到现场乐队。但是我第一次看乐队演出，然后我觉得就像做梦一样，所有的配乐跟演唱都跟声音一模一样。当时就是哇，太棒了！结果别人演出完了，我还在等，结果三哥跟我讲没了，怎么那么快就没有了？但是三哥跟我讲了一句话，总有一天你会在这个舞台上。因为小弟你可以的，你一定行的。好，三哥已经迫不及待了。
真的要想一个。啊，既然是现在我跟三哥在台上，那我这样，我就先访问一下三哥好不好？当时你怎么就觉得我能在那个舞台上？我十年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问，就是。怎么说吧，我觉得这人呢，反正就是他有一种那种精神，我觉得，因为当时他家里面没琴了，不是，就是他宿舍没琴，然后天天在我那里练琴，练到深夜半夜，我都是关门了，我说这家伙怎么还不走啊。这个我天天看到家长也佩服他了，我说这家伙应该行的啊。外面世界。等待你的归期。
待你等雨季，我依然等待你等雨季。这是我们俩同台演出最大的舞台的一次，也是最多观众给我们掌声的一次。就是我很怀念那段时间。
起，我想我能给你安慰。你那没有颜色的花蕾，盛开时候一样美丽。黄金你不要再哭泣，我想我能让你以为世界没有永恒的美丽。花你也别太在意，花你也别太在意，你盛开时候一样美丽。
伤人，有谁会为爱守一生？
谢谢。今天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位嘉宾，你们都不知道吧？
付出的太多太多。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该怎么说来告诉你们，其实你们的所做的所有东西我真的都感受得到。我用我的心谢谢你。今天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请看看。睁开眼看啊，
同行在乌云中挣扎，手牵着手，我们穿过这黑暗。你睁开眼看啊，看一看身边的爱人，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把手放。与你同在呀，生命中每一天，拥抱着你脸，希望就在眼前。窗外声音
画下的明媚，不变的当天，午后的炊烟，白云追赶在这蓝天，太阳偷偷又西边。七月三伏的夏天，方向不知那是终点，漫无目的也许才实现。窗外谁画下的明媚，无边的稻田，午后的炊烟，白云追赶在的蓝天，太阳偷偷偷躲西边。一朵一朵花子落在我身边，点个小的烟才是对的对，可今天还有谁掉泪？山间的河流的像你透明，鱼儿在传说歌，歌的道理我还从天，怪得有简单，啦啦啦啦啦啦。躲在我身边，点个山的叶子飞回了屋檐，几个孩子追着小麦子后面，追着时钟渴望的等待天。风儿山里香气的野草，花儿在阳光下开成了蝴蝶，在这边才是对不对？但今天还有谁掉队？有谁掉队？山间的河流的心里你独自鱼儿的传说，哥哥哥的道理我爱整天，快乐又简单，啦啦啦啦啦啦啦。风儿在山里响起了乐章，花儿在阳光下笑得那样灿烂，蝴蝶在几回才是的乐队，可今天还有谁掉队？像无比透明，鱼儿在传说，歌有歌的道理，我爱整天，快乐又简单，一路唱一路走，一路唱一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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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左手握着麦，右手放在胸口，再次的属于我们的舞台。我不管他们说，也不要谁不爱，只在乎的是你快不快乐。我现在不能回头，不能拒绝太多，是你给的爱让我倔强，不再畏惧。我只想闭上眼睛，轻轻唱给你听，唱一首我们曾经感动过的歌曲。原来我一直都不变。
快过红了。我们合唱的刘邦、刘伟、小毕。是我们非常辛苦的音乐总监酷比，深圳飞天舞台艺术有限公司，感谢刘总、刘天阳、刘阳天，对不起啊，大哥。还有感谢啊，杨延涛杨哥，啊，还有我们这一次大家不知道，我们这一次还有我们的深圳卫视啊，一直在开始，看到没？你们都要上深圳卫视，真的。还有我一直就是合作，然后也可以说在我的音乐道路上也帮助我特别多的，就是深圳飞扬971。大家都知道飞扬971真的帮助深圳很多的原创歌手一些，给很多很多的机会，包括刘洋今天也到了现场。当然。我们演唱会的赞助商，你说我们不感谢吗？能够有这么好的舞台，这么宽的场地，和大家一起分享音乐，谢谢乐图，谢谢。我说完了。如果有啊，对不起，最重要的我都还没有感谢我们的灯光、舞台、音响，二哥。还有我们的师傅音响勇哥，谢谢。那大家可能啊，还有我们这一次的灯光老师李正伟，视频制作繁荣文化，然后这一次要特别感谢小金，因为可能不知道，就是这次演唱会，其实有那么过程中间有那么一些小小状况。那小金是第一次做导演，那我觉得他很上心也很用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每一个设计的环节都是他在操心。我觉得你们这样子的掌声还不够。那对，刚才我可能说，音响师，因为我可能习惯平时这么称呼他，我觉得这么称呼他们会温暖一些。那么感谢我们音响金少刚，还有少荣，你们在今天听到的音响和在北京的为什么会那么好听？因为他们调了很
很长时间，然后用了很多的心思在。掌声。当然，还有这一次的视频导演张浩和洪涛，还有我们的舞台总监嘉明哥杨嘉明。那最后就是，其实在这过程中有一个人是在这过程中间努力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在里面，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家里出了事情，然后没能够到现场。我觉得我在这里也应该要感谢他为这次演唱会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和努力。谢谢肉肉。最后要感谢的当然是你们，谢谢你。我知道有很多人千里迢迢来到现场，然后花费你们宝贵时间来听我唱歌，我觉得是我的荣幸。谢谢你。接下来继续。一个人唱情歌，
你还记得十年前我们在华西会半夜两三点钟还在一起玩游戏，他就坐在我们琴堂门口那里练琴弹姑娘给我们听，打可乐啊，红牛啊，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们互相 PK 一下。记得那个时候没有钱，这段时间我们觉得每个人都很开心，钓钓鱼，打打桌球，现在可能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那个时候你特别能唱，比较有天分的那种吧，只要有机会给你，我觉得你唱不够。他每天下了班以后，他就坐在我们琴堂门口那里练琴啊。跟别人说，我说楚生挺傻的。教完课，我就当作是自己下班的样子，然后我就出去玩了。然后我每次去外面有时候回来以后，他还坐在那里练琴。这是因为傻，他总在默默地坚持着。三分天才，七分靠勤奋，所以他才有今天。当天上掉馅饼的时候，他接着。我觉得他这个坚持的能力比普通人要强很多。像我还有张宇都没有坚持下去，我想是因为音乐在于他来说，就像他的生命一样，所以他能够一直坚持做音乐，一直坚持做下去。等会记得在杭州的时候，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开个人演唱会，以你为中心，和最好的乐手、最好的音响，还有最好的灯光。今天你这个愿望实现了，而且是在深圳。我想这不是老天给你的最大的礼物。从他的性格上看，这也是在意料之中吧。我们所有的人都替你感到高兴，也为你骄傲。多多写出好听的歌曲，希望你能够找到自己更远的远方。不要搞得太累。有空回来喝两杯。他没错。祝你演出成功，小弟，你一定行的。其实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加油！祝你演出成功，祝演唱会圆满成功。有机会好好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不要搞得太累。这个音乐是一辈子的事情。楚生，希望你还有机会跟你合唱，我觉得是不错的。对任何一个热爱音乐的，在创作当中描述自己生活的，然后去帮别人讲出心中他讲出来的话的创作人来讲，我觉得陈楚生你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看到楚生就看到好像自己很多年以前一样啊，可是今天晚上我觉得只是一个开始。你好不容易上了舞台，你做好了准备，虽然你心里有点慌，可是这么多人都来给你掌声，你要好好珍惜。更重要的是维系，好好维持，这是人对你的爱护和关心。在你以后的每一首歌，也都不要忘记今天晚上的掌声，不要忘记在这里喜欢这首歌的故事。我要为你祝福。说真的，这个我没看过，这也是我总觉得今天的导演一直隐瞒我什么事情。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刚才有很多在我身边，我在深圳很多的好朋友，非常好朋友，他们今天也都来了。然后还有大哥，谢谢，我觉得大哥对我说的话就是鼓励。我希望我以后能够继续坚持把音乐做好，然后也当然也会听把身体弄好。其实
只不过是收了我们一丁点。嗯，谢谢。Thank you.
的剧。
会难过，还要装作洒脱，即便我哭了，真的受伤了，不要谁的牺牲，让泪还流到干枯，一个人还寂寞，躲在无人的角落，爱被谁冷落，现在只能沉默，无话可说，接受这结果。喜欢你的感情遗落，受了的伤其实没什么，最怕是你什么都不说，我无话可说，爱情太脆弱，你只是个美丽情话，我不该奢求太多，那是错，就算错也错得那么值得，就算我觉得刚才那首歌里面雨也有了，我觉得接下来还有一首歌，这首歌也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唱这首歌，也是我第一次的学习这首歌。如果待会儿弹得不好唱得不好，也希望你继续给我鼓励，好吗？Thank you.
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我唱得手。我的衣服拿给他，男孩为了他
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个高堆，我唱了他心碎，我唱了他心碎，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几度深深摘吹，过往的歌陪着人们流泪，最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了她心碎，我唱了他心声，成年人分手后都想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嘿耶嘿，陪着流眼泪，唱得他心碎，我唱得他心碎，在三十三岁真爱那么珍贵，陪我的歌唱得他让你让位，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谁在远走高飞，我唱得他心碎，我唱得他心碎，他努力不让自己看起来很累，岁月在听我们唱不怨不悔，在掌声里唱到自己流泪，嘿耶嘿，唱到自己流泪。你来听我的演唱会。我谢谢你们，听完我唱最后一首歌。那接下来，我想邀请我们台上的每一位乐手老师，谢谢大家。杜比、崔凯、黄豆、Michael、大伟。Thank you.